啊，这两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，刚来到海边的时候遇见一个小八爪鱼正在晒太阳，然后见了我以后一头扎进了沙子里边。好多老铁见过他钻水瓶却没见过他握沙，有的兄弟们进来了反手就给主播点亮一个小红心，而有的老铁反手就给主播加上一个小小的关注。老铁们，渔船刚刚进港，看一下网红大爆头啊，下个视频开造啊，老铁们给个双击给个六啊，下个视频爆头，鲜活力十足，看一下啊，大蜘蛛。海滩的地形都不一样，兄弟们，有的地方是沙滩，有的地方是岩石哈。今天我来到一片礁石的海滩，进来就掏到了两条八爪鱼哈，来了个双杀 double Q。很多老铁喜欢吃海鲜，进来就点亮了红心；很多老铁喜欢捉海鲜，加了个小小的关注。看我今晚八点半左右带你直播了，感谢。看到第一眼感觉像什么？这个是八爪鱼籽，鱼籽精华。也就是大米里面是这个样子的，像大米一样一粒。这冬天来了，天冷了，这八爪鱼也陆陆续续找洞钻进去了，进去里面过冬了。退潮以后看到石缝里面全是八爪鱼，叫八爪三窟啊，发财了。呵呵，有的同学看到这么多八爪鱼非常过瘾，就留下了双击，有的小伙伴就是不给加个关注吧，带你干。